今天的磨皮怎么样？我把磨皮开大，我也要把磨皮开大。我磨皮已经开到最大了，就是最大的磨皮。确定吗？我怎么觉得这磨皮一点都不磨皮？但是它是最大的。嘿哈喽啊哈喽，今天的一是大帅哥，二是小无限，三是 viper。音子，好了，怎么回事？这个磨皮，这个磨皮都没有磨皮，让我一键美颜一下，基础有磨皮吗？我不想要瘦脸，我只想要磨皮。我看我重置，磨皮开最大，美颜开最大，红润。我看红润开最大会不会好一点？好吧，你们要看着我的皱纹了。晚上好，你都要睡了，明天上课。晚安，我就是想着好歹播一播嘛，对不对？好歹播一播。我看我把光开大，看到反图了。是联合公演的反图还是今天的？哦，有磨皮了。还是我今天，头发怎么样？头发怎么样？叮咚，菌菇的新发色你们喜欢吗？嘴巴是故意的吗？哦，嘴巴不是跳那个四闺母 UP 吗？然后就画成了这样，好看。但是你们看。就是因为我上面只漂了一次，下面没有漂很多次，然后就上面变成了，下面漂了很多次，对，然后上面就变成厚嘴唇，就不是厚嘴唇，就是大嘴唇。前辈晚上好，这就叫前辈了，太合适了。哦，大儿子，嘿。然后然后就感觉今天的造型是第一次嘛，那就播一小会儿吧，播一小会儿可能就要睡了。然后我看到了你们在口袋里头和我说让我跟爸爸去吃那个椰子鸡，但是太晚了，准备明天去吃椰子鸡。发色好看的吗？我刚开始本来还怕太深了呢，对，但是呢。我想把头发染得稍微深一点，然后配 B50 的衣服。我们 B50 有新衣服哟。然后一看到这边已经一片荒凉了。我现在是怎么直播的？就是原来这个直播架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给你们看我是怎么直播的。能看到我吗？嗨，我直播架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个光圈了。就很简陋，对。哇哦，谢谢不良啊，我也想看反图。谢谢不良的反图，但是我刚回来，我还没有打开微博。吼吼吼！谢谢你的三个玫瑰花，我一会儿就要去那个什么，我一会儿就要去点赞。明天就要和这个我成为 top 第一天就住的房间说拜拜了。三秒之后淘汰，三秒之后成功，不拜拜。两边猫抓伤了。看见没？就一道，但是今天阴影也没打对。多吃点。趁着现在还有网来跟你打声招呼。真的吗？你怎么都要连网都没有了？那好好照顾自己。就看见，对，我的脸被猫刮花了，好帅。谢谢公主，但是今天没有磨皮。没有磨皮，就显得我的人很刺了。谢谢月亮不打烊的两个巧克力。对，还在。
我脸咋了？我看有没有没有念叨的弹幕。好，没有，小孩没有了。但是可能是绿茶知道，绿茶知道他要离开我了。就是最近他很亲我，对。但是小黄狗就不一样，小黄狗天天跟着我爸，他已经视我爸为亲人。对，回家了哦。哎，希望哪怕是离开剧场了，也可以一直出现在我身边哟。嗯，真棒 ，Viper。嗯，你的嘴角。对，是故意，就是故意画的，但是没卸，因为那个什么嘛，因为火柴梗。对，今天火柴梗跳到最后实在是那个什么，实在是那个控制不住表情了，然后后面的表情就很狰狞，就一直这样子狰狞，然后鼻孔放大，对，就很狰狞。但是看那个什么还行，嗯。拜拜，好好潜心修炼。嗯，我会想你的，希望你也是。可是蛮帅，真的吗？蛮帅的就挺好的。但是今天大家状态都不是很好，就是小鹏与子科科，有或多或少都有病。然后我还好了，我又干了两瓶红牛，所以说今天很有劲儿，慢慢慢。对，太顶了，慢慢，涂点红的，干了两，就是整场公演干了两瓶红牛，对，就没有干，没有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啦，我以前的重生计划我也得干红牛呀，对不对？就都得干红牛的，嗯。帅哥，我谁呀？我是你心中的最爱，你还问我是谁？有点太红了，慢慢。我再给他擦掉点。我现在这里很荒凉。好点了吗？继续加油。嘴角咋了？嘴角是画的小丑妆，但是我不会画，然后就画的奇奇怪怪。对，想起小尼叨叨我的。哎呦，主播这是刚吃完小孩，不吃小孩，就吃小孩，我不忍心。我一般吃什么呢？我吃转推的人。刚喝完绿茶啊，哈哈哈，笑什么，经过会吃小孩，那当然了，我可都是虎牙，我的牙都是尖牙。你这怎么还拉伸？谢谢 S O U T H O F N O W H E R E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呜呼，我还可以再念你一遍，你的 ID， 我喜欢念你的 ID。你好骚哦，不会，你也不会念，我都会念，你怎么不会念？我再念一遍哈，你就是念中国的海外，我念中国的哈。斯窝乌特喝窝喝窝喝能喝完了，他上去了。喝窝佛呢窝乌喝呃日喝呃，不，我就念。然后谢谢是铁换啊，问号，括号，天冷多穿衣板，括号。那99个荧光棒，谢谢你的礼物，然后也谢谢你给我的本命年礼物。笑死了，
咱英语再练练吧，英语我也可以啊，你看着哈。SOUT SOUTHONN 仔仔来啦哦！好，我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就是，因为小时候学舞蹈，英语落下了很多，但是，我在努力的学习啦，对。换好像会变成，你也是问好弟弟。没有，你们的换会自动变页面，真的吗？会自动变成什么页面呀？妈，导演，我看看。啊，你们看到的是，我以为是我的版本。啊，你们呢？不是问号吗？我一直看的就是铁铁啊，问号。妈妈，谢谢。谢谢嘉兴路任正非的一个荧光棒，两个，还有一个巧克力。哦，是换吗？啊，你看的也是，应该是换这个表情。哦，那我知道了。对，突然卡了一下。对，今天可能就播一小会儿。今天摔起皮肤的咕咕，可能就播一小会儿。然后就要去睡了，因为明天要起大早，对，起大早办退房手续。再让你看看小黄，我爸爸在楼上，我在楼下。小黄狗已经是我爸爸的狗了，他已经上去了。现在就这个绿茶，我这里有点荒凉啊。绿茶，看镜头，绿茶。哦，谢谢小公主换的一个那个离谱，不是一个圣诞树，菌菇鞋绿茶一起，谢谢小公主，金箍圈，公主谢谢你，嘿，绿茶她虽然拒绝我，但是她该喜欢你，嘿，呜，这是哪个帅哥？让我喜欢你，让他害羞啦，绿茶害羞了。对，他看到公主帅气的容颜，然后害羞了。谢谢你，然后也谢谢璎珞指尖舞的玫瑰花，还有一个巧克力。对吧？但是，希望以后状态会更好吧。再不巴结菌菇回家就要失宠了。对呀，绿茶最近真的很亲我，就让我有点难过。如果他们都不亲我的话，那走就走，我不挽留。但是他们，黄狗还好，但绿茶果然是绿茶。火车开动，拜拜，乔文，路上小心哟。对，是故意的小丑妆，但是没画出来，没画好。对好了之后，谢谢，然后谢谢白胡子老爹的那个什么鸡腿套餐，吃了炸酱面没有吧？啊，谢谢仔仔的全场，新年第一诗，2021已走过，2022他来了，2021河内仔，哭着送别，二一姑，哭着送完二一姑，立马转推22姑，送了权杖给22的姑，祝22姑新年发财，万事如意。本命年顺，然后发财姑就跟着河内仔在一起勇往直前，去迎向23姑。啊，我这是，我希望迎向23姑、24姑、25姑、26姑、27姑。对，你转推摩尔姑，老公什么时候吃我？摩尔姑怎么能吃人呢？小摩尔是那个什么？是所有人的童年美好记忆吗？
转推了，那，对，我得，没有了，没有。那是谢谢和奈仔仔，谢谢你，这两天都很甜，么么啾，啾啾啾。嗯，对，我爸昨天批评我了，批评我说我直播乱说话，我爸一会儿可能又要批评我了。就是我爸说直播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主题，然后就是不能乱说话，要展现自己的魅力，不能白唠嗑。对，要展现自己的魅力。啪啪爸爸说的对，我爸爸说的很有道理。今年2022年让我在这条道路上再好好找寻找寻自己的魅力。对，当然记得了。我要那个，就是菌菇会什么语言呀？我会河南话，然后娘还会山东话，然后我还会唱就北北道呀，就平平撒。努力还债，对，努力还债。先还进去头像，等我，等最近把这两天把房子的事儿给搞定了之后，就回去好好的那个什么，好好的那个画头像。因为最近我们组的大家基本上今天你生病，明天我生病，后天他生病，就没有凑齐过。不过肯定会发的，而且我一定要发教学版，我一定要发教学版，12.0级。那我今天播到12.05的时候下播可以吗？今天就见见大家。好的，这个蓝灰色头发好，真的吗？就刚开始染完的时候我很崩溃，因为主要是它头顶是绿的。就下面我喜欢，上面救救我，头顶一片绿。15分播到15分，真的有点爆顶。就是之后再好好忍忍吧。不过看到你们喜欢，我就开心了。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什么？没事，过两天就掉成黄的了，反正看一看吧。确定吗？那我记住你的这句话了哈，我绝对不会绿。你也可以试试同款，我染的是那个什么棕，我染的是纯糖厚棕，还有什么泡泡染发膏。讲完就成蓝的了。谢谢铁换的夜点。没有新曲库，我想有什么新曲库。追 A 不，给你换一个，换一个。我们剧目里头，我想想哈，有没有什么像过年的。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因为那里有铁铁，铁铁他带着蝴蝶来啦。啊，谢谢你的礼物，谢谢。苹果口袋更新后太卡了，真的吗？恋爱吧，天使。对，我那天看到了小杨的直播，小杨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同学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还在扎什么马尾 ？Oh no！ 对，谢谢嘉兴路认证飞的一个巧克力。我看看，很快绿。对呀，我头发，你看我这儿是绿的，看出来了吗？对，
结婚单，对啊，真的是。然后今天不是聊到过年的习惯了吗？可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我还没有那个什么，是吗？嗯，反正我觉得它好看，我就买了。嗯，我们的家庭，我是我们这一辈最小的一个孩子嘛，就是我还不着急，我前头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哥哥结婚，我前头还有我的姐姐们，嗯。真的啊，没事啊，就是人总是会被爸爸骂的嘛。嗯，结婚是什么概念？你太啊，没关系，现在先不用想。现在的我只想搞事业，搞钱，然后光宗耀祖，然后让大家都不再这么心累了。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不会像今年有去年有一些难过的事情一样那么心累。嗯，对，希望今年和平一点。还有3分钟，我过年不会躲在房间里了。我过年其实，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廉价的人嘛，就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就能贴就爸妈，贴就爸妈。我也不心累，心累一年不要有人。你才多大点儿啊，你才多大点儿，这样也蛮好的。我们要那个什么了，过年直播给亲戚表演救命。哎，你又学舞蹈的呀。对啊，来翻一个。新的一年希望君孤零零。给你说，今天给我们做头发的姐姐给我做头发，哇，你太帅了，就是这个妆，哎，好在你长得好看，这个妆你能驾驭得了。对，新的一年好好学妆。好好学，就你们难道没觉得出来我从首演后我改变了妆容变化吗？首演后，不，贴贴就是就不是麻烦操心，这是善意的。哦，就吐崩溃了。好的，我一定好好化妆。对。小尼辛苦了，美少女战士还有黑夜大帅哥都很飘飘。范兔辛苦了。你这你知道了。高光和耳饰都好看。真的吗？你问问小尼做完去。我以后不叫小尼妈妈了，我以后叫小尼菩萨。熊猫出来吃小孩。没有，就是我去搜的，就是结合我们的 UNIT 嘛，结合我们 UNIT， 然后我就想着，就去搜嘛，有什么比较适合像小丑那样子的妆容，然后我就搜到了，就把这里画的可红，然后再把这里画的可深，然后就能提高眉峰，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像小丑。哎，不行，叫五菩萨，不行，叫小黄猫，小黄猫，猫猫猫猫猫猫，叫，好，好的。那还是叫我的妈妈。多学习，我多学习。大河，这声喵好。大河喵啊。喵。还是叫妈妈吧，叫妈妈。对，快哦，到点。那好吧，那我就下播了，然后。等到把家这些事情都搞完了之后，我就开始读我们的蛤蟆先生。
好不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了。嗯，就下播了。铁铁快说把手救救孩那我们下一场公演见。你们看我下一场公演我化妆化的怎么样。哼，我们下一场公演见。敢不敢见？等着下一场我去找曾郭帮我画。嗯，对，我去求曾郭。嗯，好，金曲应该不是。我找我们发型师姐姐给我画。嗯，好了，那我们下场公演见，然后播舞零见。对，我要是还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就吃甘蔗，我就边吃甘蔗边说，嗯，真咸。好了好了，嗯，知道了知道了，嗯，知道了。看我画的侧影，救救命！我以前侧影不是，可能是我买侧影买错了，救命！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吃甘蔗，好，我就吃甘蔗跳粉剧。嗯嗯，小妮妈妈，不是了就嗯，好了，我知道错了，我们下场公演见好不好？下场公演见。嗯，大帅哥总是要天然去雕刻吗？嗯嗯，小妮。好啦好啦，因为拍了个脏脏包上，我知道了。嗯，我好好修炼。嗯，好，那我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嗯，以后再和大家好好的播。还好我长得好看。下场公演见，看我还是不是这样。我爸现在每天都在吃药，他好像还没有吃药，我得把他给摇醒。对，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嗯，拜拜拜拜，关喽，拜拜。屋子，这个小屋子。这些需要带回家的东西，现在锦旗什么的都没了，然后明天准备把这个鼓还有这个画给带回去，然后就真的没什么。嗯，对，头顶蘑菇，对，那个蘑菇是个灯。值得的纪念的东西已经被搬去那个哪儿了。嗯，要，那当然了，我还得收拾好。好了好了，我关直播了，我关直播了，对，我关了，大家拜拜了，晚安，祝大家今天睡得好觉，晚安了，新年的第三天快乐，拜拜拜拜，我关了。就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舍得，就是摁那个挂件，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挂件，如果他能让你们挂就好了。我不想挂。那好了好了，我关了，真的关了，拜拜拜拜。挂了。